一睡醒就想到我忘记做我的 quiz， 我的分就这样飞了，我的一点五分。明明是劳动节，可是还是要去学校 meeting。赶上今天的马路都很冷清，还是耿耿于怀，我忘记做我的 quiz。今天忘了带手表，可以看到我的手表印有多明显，证明澳洲的太阳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Thank you. 来学校的感觉上都是游客，现在3:40了，还有多20分钟就要 meeting， 不懂要 meet 多久，不知道今天 meeting 要说什么，感觉上都没有什么东西了。现在去 meeting， 希望可以快点结束。每次 meeting 完了天都黑了，因为我刚刚大家好像都不太满意那报告分数，因为我们觉得做得很好，可是结果分数也还好而已。然后结果现在跟报告星期四就要交。所以大家都疯了，因为全部都还没开始。然后星期三又还有考试，我还有2-3课还没读，不知道回家读书还是出去读。感觉在回家会读一下，因为一直闷在房间，房间又没有窗口。South Bank， 这是最好读书的地方。看起来要找个好地方坐下来，就可以开始读书了。要把3课 lecture 都看完，我就读完了。带了食物要来这里吃，还忘记这里面有微波炉。坐在这里好了，风景还不错。如果有食物就好了。终于读完了，接下来有一科，可是感觉上那科不会考，因为 tutorial 还没教。感觉上最近都容易劳累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拜五还有电脑的 assignment 要交。这个星期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，今天是公共假期，然后现在还有巴士。还好还有4分钟被挡着了，这里也进不去，还要走外面了。可是这里都特别的暗，终于到家了。我真的超级饿了。